你好，我在比尔吉沃特，你在哪？行，我也在比尔，比尔是我本群。哎呦，我怎么突然变大了呢？你刚刚不是说我声音小吗？好，这回行。好的。那我发 ID 吧，啊，算了，你发 ID 吧，我拉你吧。行，那我把 ID 给你发在那个。那边上。谢谢老板们的办卡，还有4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哥，你今天没出去玩吗？我上哪玩去啊？今天不我是是周末老宅吗？男，我不出去玩，我就玩游戏。那你游戏打得好吗？我游戏打得可臭了，要不然我找你干嘛？我其实打的就是也挺好的，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有点心虚了。哦，你打得还行是吧？对，啊，那就行。我可以带你上分，哎，谢谢，也不能说谢谢。我们应属该的，于，应该的，啊，对，我们属于公平服务。是。你加我吗？我我还怎么没没加抽呢，你到？稍等一下啊。好。不过我是陪玩，你是老板，我服务你是别应叫该老的板呀，了，你不用服务我。叫那啥吧，嗯，叫猴哥吧，他们都叫我猴哥。你是属猴的吗？不，我姓猴。哦，姓侯啊，我以为你属猴的呢。你也没发我没看见啊，ID。我发了呀，我发在那个 YY 上了。你再发一遍。哦，好，看到了吗？还是没看见，你是不是给我拉黑了？咱俩是不是见过面？没有啊，要不你把你的我电话发号，吧。我加你。嗯，我发了，你能看见不？我看到，我加你了。行。你叫啥？你就直接告诉我你叫啥就可以了。我叫，这说出来不太好，因为我这个，我玩你，哇的福星，我觉得你占我便宜了。谁占谁便宜呀、啊！我的天呐！好，来吧，我把这游戏外哎那个那什么游戏声音给它关了。你打野呀、啊？因为我是。主要是打上路的，但是我看你打上路，我就打野吧。好像打上路，那我打野吧。要不咱俩打你上下我路上。吧？你觉得怎么样？都可以，你看吧，你是老板，你说了算。你就说你要打不野我怎俩么样吧？AD，你给我打辅助吧。我给你打辅助啊？对。那也行。那挺好，那就这样吧。来吧。开吧。ADC 包子，有没有奶妈露露之类的？我看看啊，我也忘了我有什么辅助，我辅助玩的不太多，我给你来个蜘蛛吧。来一个蜘蛛，真的，我给你整蜘蛛。你是猴子派来的克星吗？我这蜘蛛辅助老猛了，真的吗？你来一个 ADC 稍是微能吗？配合点的，什么爆发高一点的，卢仙啥的。还有30秒行，开那奖就了，卢兄弟轩。们啊！一个办卡就参与我们抽奖了，最后的卢轩，30秒了。奥巴驴。啊，可以。你真的不考虑考虑
露露奶妈什么的。那你爱洗我奶吗？怎么样？我爱洗你奶吗？你要吸啥？我说我爱吸你奶吗？你爱不爱我也不知道啊。行吧，行吧，来吧，那你选吧，卡莎和奥巴马别搬了。这随便吧，我反正都蜘蛛了。你这个有点狠，那就这不，那就卡莎吧。听我号令，三级就打。跟不跟得上就看好，你的了啊！行，小胖呢？我总感觉 我得带点位移。我应该怎么叫你呢？我看你叫奶奶。我叫奈奈，你怎么？这多不好意思的，我也没准备红包什么的。奶奶，奶奶好。那你既然你都这么老了。头一回听到这女孩说自己老的，你给个红包也行。那我看着给吧。那你把你那个，把你的那个，我给你打赏个礼物吧，就那种0.66的。因为我挣钱太难了。哦，你要搁比心上给我呀？对啊。那就算了吧，拉倒吧。我寻你要不你微信直接给我转账也行，我支付宝，支付宝84531595艾特 QQ 点 com。不行不行，这个我们不能脱离平台交易。我们不叫交易，你白送我，咱俩交易啥呀？我谁跟你交易了？那你要你这么说，我就接你几单，我还得给你倒贴是吧？那你自己非得要给的，这我可没说啊。那我都说了是给你行打吗？赏个礼物，还能差你那点儿吗？真是的，表现看你表什现么怎么好？样，表现好一点，我们可以继续再跟你来两把，再跟你下两单。你一天能接多少单？我一天十几单吧，十几二十单。一天十几二十单，一单多长时间呢？对，你一单不睡差不觉多啊？40分钟吧。那你我这，睡得很少。那你这有没有秃头啊？不瞒你说，我头发没剩几根了，你肯定因为掉最头近发，行情不太好，我这有点我枸就……杞，我喝点枸杞。那你多喝点水，然后你得早睡早起，照顾好身体。那你今天几点起的床啊？我不瞒你说，你给我下单的时候，我还躺在床上。哦，那你就是还没起来呗？那你这一天20来单，你也接不着啊？能啊，我明天这个时候才会睡觉，就我每天都作息挺规律的，但是最近，因为最近单子比较少，我一看单子，我连滚带爬就起来了，就五有点单好才看。起，不，没有单就不起了呗？那你这不行啊！人家都是就是私聊，直接私聊别人。哎，小哥哥，要不要玩啊？要不要来两把呀？欢迎来这样到式英的，雄联你盟。有单才起。那我躺在床上也能抠私聊啊，他我又不是用腿，我又不是用手，我又不是非得坐着才可以，我而没且想到你居然喜欢挺野兽，好意思的。我要进野区了。哎呀！哎，你别回来，没事，我有治疗，我有治应疗，该问我给你题应治该疗。不大啊，问题应该不大。我还偷了他们5块钱，20块钱，这波血赚。那可太赚了！你多大了呀？我今年20岁。拉倒吧。怎么了？你要是我说不实行了。话呢，我们还可以继续。真的，我真的20岁啊！那你也太骗小你的。了。还行吧，不算特别小，现在都是00后的天下。那我这也不跟行紧了吧。呀。
你多大了呀？我想想啊，这还得想想是吧？21减94，我想想啊，六二十一六，我27。行，我信了。呸！哎，点，再点，我马上有 E 啊！我 E 了，嗯，E 一掰了。我没有技能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少打一套。这穴位有点卡呀，我这网页坏了。怎么你也用了小霸王？因为我这边刚才我都开网页呢，好了，这回好了。嗯。他俩是不是交加血了？交加血了，可以啊。对。这人你上来干我了，你往哪打？哎，我天哪！没事啊，我有知道，我有知道。没事，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，可以打。我这治，我这治疗死死的捏在手里。好，你捏住啊，其实可以打，但前提我得能医得着。怎么感觉就一跟你这个别人一玩就双排，就感觉这人好像变厉害了呢？你变厉害了吗？不是啊，我是他们变厉害了。队友吗？对面。对面还很可以的。基本上现在我一招他就是死了，我假装掉线啊，我假装掉线这么老的套路。你给我死，给我加血。我加了一斤。加了吗？没感受到啊。加了。哦，加了加了。奶量有点小啊。我靠，不行啊。我有一发没带着，为人太狂了，两秒钟我杀他，三二，气死我了！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，我信了，我信了，好笑吗？我过来帮帮他们。我没有蓝呀，这个狐狸能跟上吗？幸运不把我干死了！我天哪！这几个人呀，这咋都死了呢？打得好啊！看我能不能收他一个打野。其实我不能跟他们打。我给你来打野，算了，可以。哎，哎呀呀，被龙喷死了！不能不能不能，他让龙喷死了，我溜了。可以，我过来了，我马上过来了。那我再装一波掉线吧。不必不必，我来了我来了。你这虚区太低了，这。虚区是输出吗？啊。我两把短剑，一把攻速，我能打出什么伤害呢？你是哪里人呢？我是你心里的。我是你哪地方的人？我是山西的。山西挖煤的呀？山西有一个煤老板，现在还有没有？就应该是说煤老板跟挖煤的都挺多的，就可惜我不在这之内。啊，你是运送煤的？我是烧煤的，我是用煤的。山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地方？是。
山西像我们这个地方就比较有名的就是云冈石窟，还有悬空寺、衡山这些。行吧，我也去不你了听了。说过吗？有疫情，还是在家老老实实待着，不要给国家再增加负担了。我这不跟那边边双排不香吗？是比较严重的疫情区。呸！这俩人打我伤害有点高，先撤一手啊，先撤一手。我有点，我也差点被点死。左边有人啊。你是东北的吗？啊，我是东北的。辽宁还是什么？沈阳？沈阳你怎东么北知是道东我北是沈阳的？吗？你说比较严重，我就想的嘛。那你们现在就是疫情也没办法处理工作了，是吗？没办法工作了呀。那挺难的。等会儿啊，这波好像打不了啊！啊，这波咋打呀？这不扯淡呢吗？我溜了啊！去吧去吧。你小这心家点，伙的，别被虐了。这，别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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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来晚了，我好想杀这个韦恩啊。那你就杀呗。但是我怕我不行，我怕你怕我他不没行。有蓝，我怕我不行，不是怕你不行。那我看看你行还是不行吧。看来你不行。我以为被压回来了。那你吃没吃饭呢？我没吃啊，你没吃你饭吃呢？饭了吗？你吃了，我也没吃，今天胃口不你太怎么好，不吃呢？不知道为什么。胃口不好，你喝点山楂水。我山楂水，我家里没有山楂。让我想一想。我们家只有一个卡莎。不好意思，突然来一波锁仓，他溜了，你也溜了，这韦恩是有点狂了，我这一看呢，这韦恩，他走到这儿了，啊，这是为什你么这，呢？这好像这一波我见过呀，哎，他怎么给我你谁没定见住过？了呀？乌迪尔来了啊，狐狸也来了。不行不行，他给我换了呀！这何止是换了的，好难啊！哎，不应该呀，这。你跑得挺快的，你到家了都。我死回家的，我可不到家了。这狐狸推不推呀？不推，不推算了吧。我们家这蛮子还行啊，我发现。真是，他不叫拖后腿。老子骑牛上青天，他是吹牛逼。来猪肉吃锅线，啊，你你在下吃路吧，小我心辅点助这狐狸。他有点盐我来没？了。可以打，其实，这狐狸其实可以打的呀，我狐来了，狸。我来了。你来了，咱们俩可以，我觉得可以搞一下。这么狂吗？这为人。
我马上到，我马上到。哎，可以啊。打得好啊。这不越塔，越也无哎。快快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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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没事，我进来了啊。我咬。哎呀。狐狸来了，没事儿。咋的了？我跑不了。哎，我以为我跑不了了。你跑不了也得跑啊！这是放弃求生欲啊！这是。然后你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，我只想跟着你。不行啊，那这样咱俩可赢不了。行，那我不管你了。那打游戏到底是为了是什么？打游戏是为了让你开心。那赢不了是不会开心的。为人善着吗？你能不能跟着我呀？我跟着你，我都跟死了都，人都跟没了。怎么的？玩这一个 RQ。哎呦我，他装备有点好，他都那啥了，都立国指令了。乌迪尔，乌迪尔是不是要来呀？打龙的他，你没有大哈？嗯。我没有，我还有二十多秒呢。你没到，这波我随便一下。行，就乌迪尔，我被抢了。啊，他怎么死了呢？打死他！可以可以可以，漂亮漂亮漂亮！哎，快跑快跑！八八六。嗯，我也走不了。这他们对面支援太及时了，来打麻将来了，一直就围着下路的。那你不过上路挺好的，没吃饭你不饿吗？还行吧，就跟你打游戏就能忘了一切。跟我打游戏忘一切？那你要跟别人打游戏呢？嗯，跟别人打啊、哦！你要跟别的比心上面那些人，我跟你打好啊？怎么回事？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舅舅，我在路上，我 W 先到，我人到了，你快跑，快跑，跑跑跑跑跑，别回头。这肯定是不能回头了。我在往你那边绕，等着站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那行那行，不行啊，这打不过呀，快快快，你收他，漂亮，漂亮，打得好啊，我勾引一波这维恩，他指定得越我塔，哎，你看我怎么样，是不是十分精准，差一点点，没关系，我们有的机会杀他，这个维恩就他自己吗？我等他放 Q， 我可以，我直接往他前面 Q， 不是，他咋不走位呢？他可能他懵了吧？他，那句话怎么说呢？就是他预判了你的预判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下路的塔一定要守到。哎，我还没问你呀、啊，小姐姐，你是啥段位的呀？我是一个钻石的。你是一个钻石的呀？对。怎么回事，梅恩？漂亮。记得好啊！这都没杀了，你就辜负我！我跟你说，钻二小姐姐，我，哎，别，我可以，你可以吗？我混了呀！不能不能，可以，他死了。我想让你用一句话来形容我刚才的这波操作。一句话来形容你刚才这波操作。
让我来想一想，惊天地泣鬼神。你看你书读的肯定就不多，你文凭不行吧？我家里穷，就读过一个小学。小学毕业，那小学毕业以后你干嘛去了？就不当陪玩了。小学就当陪玩，你二十，我给你倒退十，我想想啊，我倒退，不对呀。英雄联盟出了10年了，你二十，小学也就小学多大呀？我小学毕业的时候12岁。哦，小学12岁，哦，那确实哈，12岁，你放屁，12岁没有比心这个 APP。但是，你撑死人家初中毕业，我就已经猜到了。我其实是，好吧，我告诉你吧，其实我是读过专科的。专科，搬砖的呀？不是专科，不是搬砖的，搬砖还用学吗？那搬砖干哈不用学呀？瞧不起搬砖的，你搬一个。没有，这个体力活我不行，搬砖也是有技巧的，对吧？那你身材肯定不太好，你应该150斤左右吧？没有你说那么夸张，我最胖的时候100斤，漂亮。你最胖的时候100斤，那你最瘦的时候99斤？我最瘦的时候是不到80斤，啊不，我最瘦的时候是4斤5两。我没说你刚下生母胎，救一下这狐狸。就是，来，我在路上。小小赛拉斯。可以，打得棒了，你都大杀特杀了。那蛮子都来军带，那蛮子都上高地了。我应该给蛮大哥发个红包，我觉得你这赚二的不行。没有这分彩呀。主要是，怎么说呢？主要是跟你就聊得来，就忘乎所以。啊，就是我，你跟我就配合有问题，我的问题呗。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只想我好像怎么说都是在得罪你。要不一会儿下把咱俩再来一把，你证明一下。行，那你选个正常的辅助好吗？我这不正常，你说我不正常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自助辅助过的超神过的 ADC 比你头发都多。真的吗？我比你在比心里边接过的陪玩单都多。行，那是我理解问题。你看看那扇子吗？进草丛就死。你饿不饿呀？我不饿。那你一天不吃饭，你不饿？我都饿了，我得吃两口。那你去吃点东西。我吃点豆腐。你喜欢吃豆腐？我喜欢吃豆腐，我豆腐软呢。我喜欢吃软的东西。软糖。你喜欢吃软饭吗？软饭啊，软饭也可以吃，但关键我比较优秀，吃不了。话说回来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打得不好？啥？你卡了？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打得不好呀？没有，我是觉得相当差了。我觉得你蜘蛛也不太行。啥？这蜘蛛还不行啊？咱俩就比一比赏金吧，我比你多50块钱，你这怎么？行。现在的比心的陪玩太狂妄了，我发现。这把打完投诉。
真的假的？我错了。你错哪了？我不应该这样说你，我不应该这样说你。那你应该怎么样说我？你要补偿我，你能补偿点啥？我受伤的心无法补偿。我补偿你，那我补偿你一单吧。我不要你那一单，我都不想跟你玩了，你还要给我补一单，我这不是受折磨吗？那怎么办？你补偿点别的。我刚刚也就随便说说，又不是认真的。俺俩才认识了20分钟，你就随便说一说。你有没有照片吧？有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喝口水。我其实刚刚说补偿你一点，就是随便说说。哦，你是这个随便说是吧？对。那我明白了。但是你千万不要给我差评。投降吧，我点的。我错了。你不能，我们要有电竞精神。快进来杀人！我这不依你吗？漂亮！我这安是 double。我就特别纳闷，你就非得用那个差评威胁我吗？这不是威胁你，这是我一个消费者最后的维权手段啊！那如果你连这点维权手段都没有的话，那这太狂妄了，真是太狂妄了。你用你男人的方式跟我比一下不行吗？你跟我比不了，你没有。那我这边也是可以投诉你的呀。你投诉我有啥用？敢敢我又没钱。我。但是，咱们比人头吗？咱俩比人头，你跟辅助比人头，你也真是啊你呀、啊！我不管，我不管。你跟辅助比人头。下一把你去打 C 位怎么样？下一把我打上路吧。到底是我上还是你上？要是比的话，我上吧，你去打边路。好，那我打个野吧。咱们都打单人线。也行，那你要人头没我多，那你就发个照片行不行？你对我照片挺感兴趣啊。我不是，我只是给你提个建议，毕竟你也没啥其他的惩罚手段，也没啥补偿手段，我给你建议。那你要是人头比我低呢？我人头比你低，那你想干啥？那你就把你照片给我怎么样？行，就要你本人的，不给你耍赖。行。你要我照片，你肯定是没男朋友吧？不是，那你为什么就觉得我一定输了？你为什么这么自信？我输了我也不亏，我这无所谓嘛。输就输呗，真是的，输就输了。那我觉得你应该长得，我觉得你应该长得挺好看的吧？你这么自信？挺好看的，反正大家都感觉我就是。也就是我的家庭状况不行，如果行的话，现在那些这小鲜肉啊可能有我一份儿。你换啊，换上单呢，换上路啊。换了不行，那我觉得赌注太轻了，你这么轻易的能给我照片，我觉得不行。那我不给了，那我们输了就这么地儿吧。你要是输了你就给我发照片，你我要是输了就拉倒吧。不行，你要是输了的话，我再给你下一单，行不行？我再给你打一把。
那你要是比我多一个人头，我就送你一单；如果你哎呦要我是的比我妈呀！哎呦我少一个人头的话，你就给我下一单，的，怎哎么呦样？天哪！我不能说给你下整破产吧，最起码今天你跟我说话晚点，你都得直哆嗦。你这太自信了，我觉得。兄弟们，记得去关注一下小姐的 ID 80787327，别让她跑我了啊！觉得你怕了，是不是？比心上面关注一手小姐姐。80788，别让他跑了啊！80787327，把他看住了，兄弟们，你是不是胖了呀？把你他怎么看不说住了，话啊？我噎着了，刚才。你是被我吓到了吗？你说啥？刚才？我说你是不是怕了呀？我怕啥呀？我不怕呀，我有啥好怕的呀？我那就这么决定了。行，我这甚至我还有点想笑。我就觉得吧，你那个蜘蛛也不怎么样，你就等着给我下单吧。我觉得。哎呀，忘了问你要玩什么英雄，给你办了好了。